Boss， 大家好，我是 B-Boy 红林，今天来到华山文创园区，要来做街头表演。然后我现在有点担心，对，怕等一下会没有人潮，因为最近很多本土确诊，对，怕大家会不敢出门。街头艺人是很需要人潮的。好，这个是我们表演的场地。那这个场地的优点除了很宽敞之外，那边还有观众席，可以让观众坐在那边欣赏表演。是我想太多了，今天天气这么好，怎么可能会没有人潮？我怎么觉得比唐吉诃德还排啊？按照计划来讲，应该还会再演一场，对，所以先补充一下热量。这是我第三次来到华山表演，然后这边的观众比较属于那种小文青啊，还有家庭，对，氛围跟西门町完全不一样。我喜欢。接下来，我们要带来我们的最的招式，我们要挑战我们的极限，两个人抛丢颗扯铃。通常我讲到这的时候，都有很多的掌声还有尖叫声。